鞭炮一放，信徒跪地准备迎神教弄酒咖，但是在队伍旁边有一个人特别忙碌。这个才是经典，对不对？对着镜头手舞足蹈，他是美国网红小贝，来台湾十年，娶了台湾太太，连续四年跟着大甲妈，超热爱公庙文化。你要交到台湾的女朋友？我的老婆是台湾人，哦，是彰化人，对，就是口水吃那么多。真蓝宫董事长严清标一搭一唱，从点心摊到人物，小贝用镜头记录他眼中的妈祖文化。这个是台湾唯一，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这个文化这个活动，所以觉得我想要把这个拍好给全世界看。连续走了四年，他也说今年的天气绝对是一大挑战，热就热死了。对，我一直在流汗。背着相机到处走的还有他。我是台中海线清水那边来的，骑着 iBike 一路。向南曾经获得部落客冠军以及多项摄影比赛的奖项，白鹿是用摄影镜头记录绕境的点点滴滴。年纪比较大了，就是换我们来走这样子，对，一种传承。在绕境队伍中，有一台车特别醒目。带着外送箱，外头贴满符咒，挂上令旗，插着一炷香，难道是想边外送边绕境吗？打开箱子，里面装的不是食物，而是行李。这名31岁的信徒，第三年骑车追妈祖，做过厨师等工作的他，5个月前转职当外送员，因为时间弹性激动，这次不用请假，全程可以跟随。我就想说，会不会帮人家顺便送餐？对，乍看之下是真的还蛮特别的。外送员也封妈祖，工作装备骑了就走，外送箱变行李。李香也成为这次绕境的特殊亮点。记者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